了？你的阔少又来了！哎呦，你说他看见了吗？哎，那么大的字他肯定能看见，真的。那太好了，放心吧，这下非把他乐坏不可。哎，下来了下来了，肯定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哎，胖子你快去准备啊。我身边我不能没有你。我已经跟你谈过了，我们俩不合适。文文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你是在考验我，我哪不对，我改还不行吗？对改，我以后酒也不喝了，喝白天赛车我也不去了。不去。还有我以后不在大街上乱飘女孩子了。对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跟你已经分手了。分手了你懂吗？别这样文文，我已经有新男朋友了。这不可能，告诉我他是谁？你在骗我吧？你是在骗我？我说了你认识吗？那告诉我他是做什么的？他是个消防员，行了吧？啊？什么消防员？文文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消防员呢？就是，不可能啊！消防员怎么了？比你强。告诉我他叫什么？他叫文森，是消防英雄。你满意了吧？快把这事给我收了。文文，我到底哪做的不好啊？我长得又不难看，又不缺钱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呗。一个破消防员，你喜欢他什么呀？我看上人家身上有的是你没有的，人家光奖章就四五个，你有什么啊你？除了钱，你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和你分手，而这恰恰就是我要跟你分手的原因。没事，走之前把这打扫干净。浪费心机啊！张工，这怎么办啊？给你吧。张工，张工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开慢点。中队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小西，是。小西，下个星期区里要举行一次特别的消防比赛，参加比赛的人除了我们自己的消防战士，还有区里六个化工厂的消防队的工作人员。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针对这次比赛，我们的消防战士对这些消防站的工作人员要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。我们中队和兄弟中队一共派出12名同志，每两个人为一组，对其中的一个消防站进行培训。比赛的时候，我们的战士和这些消防队的工作人员共同组成6支参赛队伍，联合演练。报告。说。必须参加吧。你不想参加？那谁去救火呀？训练期间照常出勤，该你去灭的火一个也少不了你的。这是命令，被叫到的同志必须服从。如果有谁不去或者偷懒儿，训练不到位，就等着回头受处分。听明白没有？明白。训练内容和具体单位都在我手上这几个信封里面，稍后会发到你们执行任务的同志手里。训练地点可以在他们的单位，也可以在我们的中队，具体参赛人员你们自己定。啊，忘了说了，这次比赛获得胜利的人将会得到由区里颁发的金斧头奖章。
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你们注意，在训练中要注意自己职业军人的形象和素质。还有问题吗？没有了。海洋，到，你来念分组人员名单吧。是。念到姓名的同志请出列。第一组，钟安全，到。王一丁，到。第二组，陆红阳，到。刘晓峰，到。第三组，关二宝，到。石鹏。二宝，这段时间大川不在，你暂时调到战斗班去接替工作。是。你和石鹏一组参加任务吧。是。是。老爷子您好，哎，这姑快请。不像话，快点，太不像话啊！你看看你这，这叫人住的地方吗？你们过的日子还是人过的日子吗？给你安排工作你不去，怎么你就想在这吊儿郎当的活着是吧？我告诉你张工，我们张家就不兴这个活法。哎呀，爷爷，我这两天心烦，你就别管我了，行吗？哎，少说你烦，你什么时候不烦呢？我要再不管你，你就成仙了。我告诉你，张工，我给你两条路。第一，我停了你的生活费，你收拾收拾行李到美国去，去找你那个爸爸和你那个后妈去。我不管你了。别，爷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最怕这个了。那就还有第二，我继续给你生活费。或者是叫工资吧，条件是，你必须到厂消防队干三个月。消防队？什么？不可能！消防员怎么了？逼你条？爷爷，你成心吧？我不去，你想都别想。我现在最烦的就是消防队。你烦？你整天悠哉悠哉的，你烦什么？爷爷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我就是不想去做那消防员。哎呦，我恰恰哪儿都不想让你去。就想让你到消防队里去锻炼锻炼。爷爷当过兵，部队能培养男子汉，现在是和平年代，最能培养男子汉和责任感的地方就是永远冲在危险第一线的消防队。爷爷，我告诉你，我说不去就不去。好，那我就给你订到美国去的机票。哎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。哎，有话好好说，我趁势张弓啊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你是真想让你爷爷把你给送到美国去？哥，你没听见他让我做什么吗？消防员。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全都听见了。哎，你听见没有？不就是三个月吗？哎，这次老爷子可是来真的。你是愿意到美国去陪你那个后妈度过后半辈子，还是愿意去那个什么消防队混上三个月，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不一样混日子吗？不会想到你。记住周队的话，注意形象和素质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谢谢谢谢，大家辛苦了。谢谢大家的热情。我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郭二宝，是咱们中队专勤班的班长。这位呢？是石鹏，是我们战斗班优秀的战士。大家好。啊，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呢？德行是。这位是。呀。
消防员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像你们这种菜鸟，能教我们什么呀？哼，还人五人六的。你说什么？谁是菜鸟？什么？注意素质。怎么了？想打架呀？我正抽气儿。哎，住手！别动！张总，爷爷，哎，老爷子，怎么了？哪儿打了？你好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这个化工厂的负责人，小孙子多有得罪，对不起了。长工，不知道道个歉吗？没事，以后大家加强认识和交流就可以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文件，关于训练和比赛的时间、地点还有内容，就从明天开始。我来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我们明天见吧。走吧，走。切！这上面说还要比赛呢，谁去，反正我不去。哎，你就不怕老爷子生气？他让我来消防站，又没让我参加什么破比赛。哎，这上面说还有奖章呢。啊？金斧头奖章？我看上人家身上有的东西，恰恰是你没有的。人家光是奖章就有四五个，你有什么啊你？除了钱。你笑啥？就各位好，预备开始。开始讲消防安全知识。啊？如果我们遇到液化气泄漏这样的问题时，第一，我们应该注意。好。既然有人看来什么都懂，完全不用学习了，那么我们就测试吧。
今天又没什么事儿，那我们就先走了啊，教官。这太可恶了！他们不想学，我还不想教的。存心是来捣乱的。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不教了，不教了。你想挨处分呢？周队说了，这是任务。火咱们都灭得了，还治不了这小子？再想想办法，再想想办法啊！长工，长工，该你了。什么？该你了。训练的时候不许戴耳机。打发时间啊。别人在学习，你为什么不学啊？这种雕虫小技还需要学吗？训练的时候不能听耳机，这是纪律，现在没收。训练完了还给你。报告。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我肚子疼，请求休息。你，哎呦，哎呀，到一边休息去吧。是。他根本没肚子疼，他在撒谎。这种人别和他计较，我们继续训练。那他不参加比赛了？那怎么办？慢慢来，慢慢来啊。好，训练吧。啊。不对，线要直一点，别拧着啊，别拧着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胖子，你这个手啊，溜的时候，它甩出去的方向很重要。哎，胖子，知道吗？胖子，看我的，水袋拿低一点，才好扔出去。哎，拿高一点，低一点，高一点。胖子，你给我拿低一点，高一点，低，高一点，低，高一点，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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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。成功。别在场外乱嚷嚷，影响训练。我怎么让别人训练了？你不懂瞎嚷嚷什么？哎，谁说我不懂？谁瞎嚷嚷？你就不能谦虚点？我怎么不谦虚了？你好好的，不跟大家一块训练，你装什么肚子疼？哎，你说我装的，我就装的呀。好，跟我去用事。去就去，谁怕谁啊？哎，干什么？注意素质。哎，先吃饭，先吃饭啊！走走走走走。吃饭，走走走。吃，就知道吃，减肥。我们队里就属你最没形象了，影响整体视觉效果。我这为你好啊。来来来来来。吃啊，这香的，这个，尝尝这个，尝尝这个，哎，这个好吃，好吃，真不错，好吃，哎，想吃吗？呵。来了，给过来，给我。你们啊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蛋挞？嘿呦，是谁？那你们找我问张工干嘛？哎，想吃吗？嘿，拿来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乱说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放心吧，给你盯着，你就踏实吃。好，不要出卖我。哎呀，吃吧，不会，不会的。这个张工啊，说呀，怎么样啊？说呀，说呀，别着急啊！哎，你快说！张工啊，只喜欢玩，什么新鲜刺激他玩什么。哎，比如越野赛车，玩的疯狂。哎，对了，他还是攀岩会的会长。哎，所以那天训练的时候，他能爬得那么快。
后来张工认识一个女孩，他挺上心的，结果处了没多长时间，女孩突然提出来分手，对张工打击特别大。原来是失恋，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不了。他失恋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跟我们过不去呢？哎，你其实啊，张工人不错，我跟他一直是哥们儿。他跟你过不去啊，只有一个原因。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？说啊你。他女朋友的新男朋友啊，是个消防员。好，不错。来，胖子。哎，来啦！哎，找到了，找到嘞！嘿嘿，胖子，我是跋山涉水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合适你身材穿的。来来来，快快快，穿上，我看看啊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穿上穿上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帮胖子把那个扣子系上。好，真合适嘿！来来，我给你看。胖子，这身合适啊！你瞎笑什么呢？啊？两位教官，我们消防站的时间也非常宝贵，既然我们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学习了，你们两位能不能教出点正经的啊？什么叫不正经啊？想什么穿衣服呀，扔水袋呀，佩戴空气呼吸器呀，这是个人都会啊，教我们点实在的。还有什么什么开关，可笑不可笑？那你说什么叫必要的正经事儿？凭什么我们业余的就和你们专业的做的不一样？怎么着，瞧不起我们业余的？我们不如你们啊？就是。张工同志，这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问题，专业消防员和业余消防员分工不同，但都同等重要，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。少拿唬小孩的话唬我们，要学就学一样的，你们能做我们也一样能做。25，供给阀正常，报警器正常，面罩正常，我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呢，也不过如此嘛。嘿，别说这小子还真有点天赋啊。张工，你真厉害，今天一下完全把那帮专业的给镇住了。对，就得这样，下次比赛的时候把文文也叫上，让他看看专业的怎么了啊。你比消防员还消防员，看他不后悔死。你跟他们怎么回事？是谁呀、啊？什么谁？石破孤二宝啊？没什么呀，真的没什么。是他们非问我来着，我是被他们挟持了。我真的没什么。我什么都没说。这是什么？我看你是中了糖衣炮弹了吧？你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，我真的什么都没说啊！不可能！你要是没出卖我，他们怎么可能给你蛋挞吃啊？真的，我没说什么呀。他们非得问我你的弱点，我说你没有弱点，真的，我对天发誓。哼，张工，不过最好，
你还是不要让他们知道我告诉你了。我们最好按兵不动，看他们怎么演戏。师傅，没事没事，你跟我玩阴的是吧？玩什么阴的？好，你给我来。哎，张哥，给我下来干嘛？你们拿我没办法啊？就打胖子的主意，拿蛋挞贿赂他，这是教官应该做的吗？别说那么难听。哼，不就想知道我的弱点吗？好，跟我来，单挑。别冲动，别冲动啊。单挑好啊，走。好，不过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如果我赢了，这次消防比赛全部用业余的。开什么玩笑啊你！告诉你，你们能做的，我们也能做，谁比谁强还不一定呢。好啊，师傅。不过我也有条件。如果这次比赛我赢了，名单由我定，你要和我们一起训练，不准再请病假。好，如果你赢了，我甘拜下风。但是我赢了，你要到我女朋友那里去。告诉他消防员不如我。张工，别再开玩笑了啊！不敢了是不是？行，走。张工，给你，你疯了你跟他较什么劲？我不能再让他捣乱了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不会好好训练的。你要万一输了怎么办？你想过后果吗？那不坏事吗？哎，咱不能长别人志气吧？哎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输的。你可想好了，真的比篮球了？你要心里没底的话，咱们就比消防技能，反正我也不怕你。石鹏，快别闹了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。你看你们自己人对你都没信心了，要不咱换一下，什么小儿科的，穿衣服啊，扔水袋什么的啊。不用，就比篮球，我可不想到时候你说我欺负你。那你想好了，你要是输了可别赖账。我们军人从来都说话算数，你要是输了，一旦咱们约好的办。行，那你说咱怎么比？你说。就按一对一的规则，咱们轮流进攻，没有二次进攻，丢了球或者不进篮就换攻防，谁先进十个球就算赢，三分球算两个。行，来吧。得意什么？这才第一个球，我们接着来。好啊。
怎么样，服了吧？服什么服？比赛还没结束呢。我说张工，比赛前你自己说的，谁先打到十个球谁就赢，怎么想耍赖啊？谁耍赖？规矩就是这样的，我们打一对一的时候都这样，谁先到十个球之后，对方还有最后一个进攻机会，如果打不进才算输，如果打进了还有加赛球。你这是哪门子规矩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因为你不懂篮球呗，规矩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对不对胖子？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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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对？哎，我说对，就是你们还有一次机会。张工，你这人怎么……哎，算了，就让他再打一个。哎，你过来过来，你干嘛？好不容易赢了，你这……放心吧，让他再打十个也赢不了。你吹什么牛？嘿，我说，哎，行了，师傅，怎么样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接着来。来什么来？看清楚了，这可是三分球，现在11-10，我赢了。哼，胖子，咱们走。走。嗯，这小子表现得还不错。好样的啊！你看怎么样？我就说嘛，只要认真按照我教你们的操作规程来，一定没问题。啊，干得不错，咱们这段时间的刻苦训练总算没有白费，继续努力。走吧。我说张工，
你让我参加1500米跑步，不是难为我吗？我这样的上去也是白给啊。你哪那么多废话，我让你去你就去，三局比赛有两个拿第一咱们就赢了，你就赶紧趁这个机会减减肥啊。哎，再说跑步这种事儿哪用着我亲自出马呀。师傅，张工，你怎么又回来啊？你管得着吗？啊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参赛名单由我来安排。走。喝口水，舒舒快。不是，行不行？坚持不住就歇一会儿。不行，我要是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，咱们组就被取消资格了。无论如何，我得坚持，哪怕最后一名。只要按时完成了，我们就还有赢的希望。倒数第一，不过我很惊讶你居然能坚持下来。看来那点黑心蛋挞没白吃啊。张工，你等等。干嘛？你知道吗？接下来可是消防技能的比赛。我知道啊，怎么了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如果我赢了，比赛名单就由我安排。下面这场我亲自上，有什么不妥吗？你知道吗？这一场比赛比的是你根本就没有认真学习过的东西。我知道，这点东西根本不用学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不学也比你强。我就是让你知道，什么叫天才。张光，你也太自大了。这不叫自大，这叫自信。张光，你自己想想看，我们之前那么刻苦的训练。刚才比赛对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努力，现在我们有可能获得胜利，你要是输了这一场，大家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。你一个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就要在这次比赛里打一个漂亮的胜仗让你瞧瞧。我不光是打篮球能赢你，就连你最自豪的消防技能我也比你强。我告诉你师鹏，我这是为你好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人上有人。别坐井观天的做自己天下第一的春秋大梦。你反正不管你说什么，这场比赛我不会让你上的。哎，咱们可是早有约定在先的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。你是想做君子还是小人呢？行，如果我不去也行，只要你当面承认你们消防队员都是言而无信的小人。张工，你别太过分了，
我们这么做是为你好。切，不用你们瞎操心，我要去比赛了，没工夫在这儿跟你们嚼舌根子。张工，哎，你干嘛？由他去吧。就这样让他去比赛？他这么狂，出点丑也好。新华化工厂的张工同志，你的成绩无效。啊！什么？我可是第一个跑回来的。你看看你救出来的人，这是伤员，真正的火场，这就是活生生的生命。消防员的第一职责就是保卫人民的生命安全，第一个跑回来有什么用？你这一轮比赛成绩无效。喂，你们这都是怎么了？一个个跟斗败的公鸡似的，不就一场比赛吗？切，比这种小儿科的东西，输了就输了呗，还有什么破金斧头奖章，白送我都不要。哥儿几个，回头我给你们一人弄一个比这还大的。胖子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？你们都站着干嘛？怎么不走啊？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？胖子，特别是你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们都怎么了？啊？这种比赛，比输了就输了呗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以后咱比点真格的，啊？哎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们都给我回来！为了这么个破比赛，你们就……张工，你到现在还没有反省？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对你？因为你好勇斗狠，刚愎自用，
把大家所有的努力和心血都白费。用不着你教训我。张工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那你什么都不用说。这种三脚猫的比赛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哼，只有在真正执行任务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谁有真本事。你们走着瞧，到时候我一定证明我比你们两个都要优秀。张光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老是这样，你不会有进步的。要是在真正的火场里，你早就没命了，还显什么真本事？张工，你这样下去会把自己毁了的。是谁啊？拿这些雕虫小技来羞辱人？我以为当消防员有什么了不起？我看那个教师彭达说的挺对的，今天的比赛输了，不怨别人，就怨你自己。爷爷，你今天去了？哎，爷爷对你很失望啊。我，哎，你的父母啊，从来就不管你。谁也管不住，看着你书也不好好念，整天就在外边混，做什么事情啊都做不长。我想你得找个地方锻炼锻炼吧，以为你会有所作为，结果你是狂妄自大，自以为什么都行。你以为你平时训练我不在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吗？平时的正规练你也不练，现在输了你还怨别人。爷爷，连你都这么说我，那我不做了，我什么都不做了，我这辈子什么都不做了。没出息，你从来就是这样，要么就盲目自信，要么就轻言放弃。你这个德性也不知道是遗传谁。我们张家个个都是好爷们儿，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东西？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？你们两个有什么资格批评人家？我早就和你们说了，不去教或者教不好都要拿你们试问。你们是他们的教官，如果出了问题的话，比赛失败责任在你们，不在他们。可他根本就不听话。不听？他为什么不听你们呢？你们想过吗？张工也是你们当中的一员，你们一味地拉拢别的队员，这是在孤立他，这不是在团结他们，是在瓦解他们。这是团队精神吗？是做教官的该做的事吗？没能训练好别人，还在别人身上找原因，这是你们做教官的失败。不如，不如。张工，你看你，都是因为你。到底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你真没用。就是因为你。都是因为你，我们输了。就是因为你。张工啊，不如。泄露了。
包车了，我先去看看情况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啊！胖子，小心点，注意安全。长工，指挥中心，怎么回事？方华路20分钟前水管爆裂，刚刚收到通知。明白了，我们马上赶到。大同，出去吧，快出去，走吧，走走，你先走。在里边，出来一会儿，就算是空呼机报警了，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啊！是啊，怎么会这样的？是怎么晕倒的？我不知道，他突然就晕倒了。他当时正在总房附近，估计是在空呼机没有的前提下，吸入了大量的一氧化碳。不可能，除非当时阀门开在最大，不然在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，他是不可能中毒昏迷的。可是我们厂阀门从来都是开一半的呀，除非有人把它开到最大。会不会是胖子自己拧阀了？他现在是不是很严重啊？现在说不好，必须马上送医院，不然就有危险了。好，先救人，快送医院，快！我们。
伤员已经被送往医院，估计是一氧化碳中毒，我们正在处理现场。哎呀，完毕。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好在你们及时赶到了，这才把危险及时控制下来。但是胖子还是出了意外，不知现在会怎么样。爷爷，对不起。文文，胖子的情况怎么样了？需要继续观察，现在还不好说。啊，张工，跟我来。张工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有这方面的经验，根据现场一氧化碳泄漏的浓度，呼吸面罩缺氧在一分钟之内都不可能导致这么严重的昏迷。不过这样类似的情况我曾经遇到过一次，有一个消防员在慌乱中把泄漏总阀的开关关反了，一瞬间空气里的一氧化碳浓度迅速提升。我没做什么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出事的时候你们俩都在总阀那里吧？会不会是你们其中一个人？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一直在怀疑我，一直在怀疑我害了胖子。我告诉你，我在你心里一直是个没用的人，一直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混混。好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。你高兴了？你满意了？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胖子的事情你们也有责任，要不是你们来晚了，胖子也不至于这样。
我知道了，你是来吓唬我的。比赛的时候拖累大家没拿到名次，现在又害了朋友，还连累了自己。你是不是想说，连阀门都能拧反？你是不是猪脑子？对，没错，我就是猪脑子，是一个连阀门方向都能弄错的猪脑子。是我没用，我就是个窝囊废，我连累了大家，我害了胖子，你满意了吧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应该特别感激你？因为你没有揭发我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感激你。你愿意揭发就尽管去好了。你可以告诉所有人，都是因为张工把阀门拧反了，胖子才弄成这样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说去，我无所谓，反正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个无所事事的废物。张工，我是来向你道歉的，我是来诚恳地向你道歉的。训练的时候，我不应该放弃你，更不应该和其他队员一起孤立你。作为你的教官，你没有学好这件事情，责任在我。比赛的失败，还有胖子的事情，我是有责任的。不过张光，我也希望你能够认识到你自己身上的问题。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吗？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，更不敢真实地面对自己。平日里狂妄自大，刚愎自用，遇到失败就自暴自弃，否定自己不是一个成熟男人应该有的态度。没错，任何一个男人都应该争强好胜，要有自信，但这种自信应该建立在清楚认识自己的基础上，能够看到自己的优势，同时也应该看到不足和缺点，勇敢地去面对自己的不足和改进自己，而不是一味地否认。同样的，在经历了挫折和失败之后，不应该是自暴自弃、破罐破摔，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，总结自己为什么会失败，在跌倒的地方重新再爬起来。张光，比赛虽然结束了，但我们的训练没有结束。犯错了、失败了没关系，让我们重新来过。礼拜一我在队里等你们，希望你和你的队员一起来，给我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。张工，我等你。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来的。你们来了。嗯，张工呢？不知道啊。他没和你们一起来吗？他就通知我们说让礼拜一过来训练，没说要和我们一起来啊。今天也没看见他人。算了，咱们训练吧。服的穿着一定要按照规范，因为这关系到你们自己在火场里的安全。安全和规范是第一位，其次才是速度。我们不要一上来就求快，在熟练地掌握了着装要领之后再提高速度。现在我给大家示范一下。报告。你来了。来得久了，赶快入练，咱们训练。报告教官，我迟到了，应该受罚。好，听口令，张工到，立卧撑准备。是，立卧撑五十组，开始。是。
光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来弥补我犯的错误。还有今天的训练你做得不错，有点消防战士的意思。师傅，有件事我要告诉你。什么事情？那天打篮球，根本就没有失球之后加一球的规矩，我瞎编的。我知道。还有那天最后那个球其实不是三分球，我踩线了。好啊你小子。报告教官，我甘愿受罚。算了，我原谅你了。张光，你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错误，说明你成熟了。不过说真的，我不服，那天的球赛我输得实在不服，哪天有机会咱们重新比一次。没问题。那些信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张工啊，有时间你可以好好的看看。过去之所以没有告诉你，就是因为怕这一切伤害了你，爷爷不想见你伤心。张工，你还年轻，这些都是你爸爸妈妈寄来催你去美国的信，你一直不愿意看，现在你已经长大了，应该能体谅他们了。是去是留，应该怎么答复他们，自己好好想清楚吧。年轻人嘛，应该有理想有抱负，把过去的事情都忘掉吧，重新开始，做一个优秀的消防员。爷爷交给你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哎，张工。哎，二宝啊，说真的，我现在还真有点喜欢张工这小子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挺喜欢他那股子争强好胜不服输的劲儿。你说张工真的能改好吗？那当然，我觉得呀，通过这次事情他成熟了不少，以后啊他一定能做一名合格的消防员。不要慌，不要慌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三号车间的液化气泄漏，具体情况还不了解。只要有一点点火星，整个这一片，整个化工厂就全完了。哎，别慌别慌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疏散人群。大部分群众已经撤离，剩下的还没全走呢。别急，你们两个要去疏散群众，撤得越远越好，一定要保持秩序。还有，跟消防员保持联系，一定要及时跟他们沟通情况。站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，快去啊！好。液化气泄漏，不知道情况有多严重。发现到现在已经有20分钟了。新华化工厂的消防员也过去了吗？我只希望那些业余消防员在我们到之前不要乱来就好了。这回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带着这帮人从这边，快点，在那儿，快点！张爷，张工，张工他们，张工还在里边。不要再耽误时间了，空气中毒气含量已经超标了，十分过二宝。到，迅速堵泄漏，是安全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其他人负责气消帐篷。是。
到达红色区域，整个工厂就会发生大爆炸，全完了。总房在哪儿？总房的那边塔顶，快去关掉它，还剩一分钟，一切都完了。我知道总房在哪儿，你知道？要现在出去？不行，还是我去吧。你把专员带出去，还是我去吧。别争了，我去。好。快，来交给我们吧，来小心点。张工呢？哎呀，他为什么不跟你们一起出来？您放心吧，他们去关总房，他现在和石鹏在一起。张工，小心，这里有腐蚀性。小心，没事吧？好，你哥，快走，我们跑到这儿。你看，没时间了，我们从这儿上去。好，走，我帮你。小心啊！小心！文文，胖子怎么样了？我们只是在尽最大的努力，但是现在还是不好说。文文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让胖子醒过来。你放心吧，不是只有你懂得不放弃。都怪我，我真希望胖子能早点醒过来，我好当面向他道歉，要不然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的。张工啊，你能勇敢地把真相说出来，爷爷很欣慰。张工，你会留在消防队吗？我会，我要做一个专业的消防员，我要救人，救更多的人，这样胖子醒来的几率会更大一些。哎，除了胖子之外，
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做一个优秀的消防员，我们等着你。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做一个比文森更优秀的消防员。你知道吗？美国有一部消防的电视剧，里面有一个优秀的消防员，他就是文森。不用，张姑也帮我很大的。是啊是啊，爷辛苦了。张爷再见。辛苦了、啊、好，再见啊。好了，有反应了！哎呀，胖子能醒过来了。